欢迎收听我哋家有喜事频道。为咗回馈翻支持我哋嘅新老客户，喺嚟紧嘅6月18日前，只要通过我哋家有喜事购买大湾区物业嘅客户咧，即可获得价值28,888嘅喜事六重礼。咁同时咧，由6月1日起，前18位成交嘅业主仲可以参加家有大奖抽奖活动，劲抽超级大礼包，国内知名品牌新能源汽车一台啊！咁喺度咧就提前恭喜我哋大奖幸运儿啦，可以喜提到咁丰厚嘅礼品。同时，依家考虑紧入手湾区物业嘅各位观众咧，就一定要捉紧呢次6月份嘅购房优惠活动啦。今次咧就是一个限时嘅优惠噃。咁喺度咧就再次恭祝大家618购房节可以入手自己心仪嘅单位啦！有兴趣嘅观众就请尽快联系我哋家有喜事啦，我哋会提供一个最愉快嘅购房体验俾到大家嘅。咁接落嚟咧，就请继续欣赏我哋精彩嘅影片啦！收睇家有喜事，家有喜事。Hello， 大家好，我系 Steven。Hello， 我系玲玲。咁今期咧，我就帶住玲玲啦，去睇翻江門星海里一個商業嘅情況啊！冇錯啦，係商業情況啊！就同阿玲玲之前嗰段啦住宅片係有少少分別嘅喎。嗯，大家一定冇錯過啦！玲玲準備好未啊？已經坐穩啦。咁好啦，坐穩啦，我哋出發。Go go go！是啊，阿豪啊，麻煩可唔可以幫我講下我哋星海里嘅一個區位情況？因為我睇我哋星海里咧個位置咧幾靚喎，屬於係一個江嘅一個匯合點嘅位置啦。係，咁我哋星海灣嘅話咧係位於江門市江海區勝利南路一旁邊嘅。係啊，咁過咗勝利大橋嘅話咧，就係同埋鳳岡區交接嚇。咁鳳岡區嘅話咧就有兩大商圈啊，一個地王 CBD 商圈同埋一個國際金融行政商圈。系，地王 CD 商圈嘅话咧，佢系已经沉淀咗十几年啦，十几年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如果十几年嘅商圈，应该都系个设备或者系嗰个装潢都会比较旧翻少少。业态相对比较之下咧，系比较老化嘅。老化系因为我都去过周边行一行，发觉咧佢系即系有成差唔多20年啦嘅一个发展啦，佢个周边嘅佢个装潢啊，同埋佢个业态咧，相对嚟讲真系会比较跟唔上而家时代嘅节奏啊！呢个系系咁比较年轻化少少嘅话咧，就系呢边大融商圈，大融商圈系啦。咁呢边嘅话咧，就系以年轻消费为主嘅吓。系咁挨住我哋星海里江海呢边嘅话，就有一个中环商圈。中环商圈系啦，冇错。咁中环商圈嘅话咧，佢系一个大型商业体嚟嘅。咁呢邊嘅話咧，都係以購物為主嘅。購物為主，即係中環商圈咧，佢呢個係相對嚟講係會比較新淨少少，係咪？冇錯冇錯，都係呢一兩年先發展起身嘅。O K， 係。咁我哋星海灣嘅話，呢邊嘅話咧，主打嘅話咧，就有一個夜生活為主啦。夜生活為主。係啊，有 K 歌、木竹啦，同埋酒吧一條街咁樣嘅一個配套嘅。咁佢業態都係會比較豐富喎，因為咁聽佢講到，而且咧，我發現一個問題啊，因為我哋呢個星海里咧，佢所處嘅區域咧，就係屬於係地和商圈同埋中環商圈夾喺中間，因為其實佢係會俾兩大商圈去環繞喎。係㗎，係㗎，冇錯，咁我哋星海灣嘅話咧，旁邊咧就有一個江門河，即係我哋江門嘅一個母親河。係啊，咁挨住隔離就有一個下沙公園。咁呢個下沙公園嘅話咧，佢係一個網紅公園嚟嘅。網紅公園。係啦係啦，點解話係夜生活為主咧？夜晚嘅話咧，鳳岡嗰邊係好多人散步，通過呢條網紅橋過嚟我哋下沙公園嘅。哦。係啦。咁其實一江之隔咧，就分出就係兩個區，一個就是江海區，一個就鳳岡區啊，冇意思啊，冇錯。哦，咁呢個屬於係交匯點啦，而且我發覺啦，下沙公園我聽講係用咗唔少嘅資金去打造喎。係政府係投資咗30億去打造。30億去打造，咁你話即係睇翻呢個區位圖啦，就係、是、我哋星海灣係即係享有下沙公園一個好獨特一個地理位置喎。係，冇錯，冇錯。嗯，咁其實頭先都講到話，其實周邊都係屬於係一個夜市啦為主啦，啲後生仔都過嚟比較多嘅。咁我而家了解完個區劃，想睇睇個沙盤嘅情況。OK。
咁而家咧就見到我哋係星海里嘅一個沙盤啦。咁、嗯、據我了解咗啦，因為咧而家啲住宅咧係全部已經入住㗎啦，基本上入住。咁而家入住率幾高啊？入住率係去到九成嘅。九成啊？咁九成落嚟嘅話，咁有幾多户，同埋有幾多大概幾多人數咧？佢總共係1600户。1600。咁而家入住嘅大概係1200多户。1200，哇！咁都好犀利啊！入住人數嘅話係超過5000人次嘅。哇！就係、是、我哋呢個項目入邊就已經有5000人一個固定的一個居住人群，係啦係啦。哇，咁其實唔講話周邊有幾大先啦，就講翻自己項目啦，都已經係有個5000人一個固定嘅人流。係，嗯，咁有5000個人嘅穩定嘅人流啦，咁其實咧周邊嘅呢個商業跟唔跟得上呢？周邊嘅商業嘅話，就我哋小區樓下嘅話，就已經有好多商鋪。已經好多好多商鋪，咁先我聽你講到啦，話如果商鋪入邊啦，會有比較豐富業態，好似啲特色餐飲啊，跟住咧係嗰啲肉粥店啊，同 K 歌、KTV 酒吧都有喎。分別係邊啲位置我想了解。嗱，咁現時我哋營銷中心喺呢個位置。係。嚇、啊，咁頭先講到K 歌木粥嘅話，就喺呢個位置。哦，呢、這個位置。係、啊、酒吧嘅話咧，就喺呢個位置。係係。哇，咁呢條街其實講真，你話夜市就 K 歌、肉粥同酒吧，基本上都係屬於係夜市嘅一個範圍。係啦，咁另外睇翻我哋2號、1號同9號嘅話咧，呢、嗯、度就係星海里嘅一個網紅街。即係呢條係內街嚟。內街嚟嘅。咁其實我先行過，我都會見到啦。呢條內街入邊咧係充滿住一個香港嘅特色元素喎。係。咁佢嘅呢個網紅街打造嘅話，亦都係參照翻香港文化咯。哦。咁其實講真，呢條街咧，我而家係今日端午節啦，我見到出邊咧真係人山人海啊！係啊，平時節假日都會有咁多活動嘅，係咪？會㗎，會㗎，即係佢哋會根據翻唔同嘅主題去做一個相應嘅活動咯。嗯，咁其實講真，而家係節假日啦，做啲特色活動啦，吸引到咁多人流啦。咁其實我睇翻，無論係自己嘅項目啊，定係周邊咧，其實都嚟咗唔少人啊。咁、嗯、我而家想了解一下，而家係啲咩主銷嘅一啲商鋪咧？主銷嘅商鋪嘅話，首先就有一個大租出售嘅一個網紅街啦。因為呢邊嘅話咧，啲商鋪已經係開業噶啦。即係而家我見到嘅九號、一號同二號呢啲商鋪係咪？冇錯，係啦，係啦。咁個主要嘅户型咧係幾大呢？佢係60平方一卡嘅。60平方一卡，咁個具體嘅一個尺寸係點樣嘅咧？佢嘅尺寸嘅話咧，樓底係6米高，樓底可以做雙層，可以做兩層喎。啊，冇錯，冇錯，係。咁嗰、那個門面啊，同埋個進深大概幾大？佢進深嘅話係15米，15米嘅進，哇，好深喎、啊！門面咯、啊，門面嘅話係去到4米嘅。哦，門面4米，門面就話 OK， 但係深度係唔錯，又去到15米，入邊係會有帶呢個獨立嘅呢、這個洗手間嘅係嘛？係啦係啦，排風系統啊嗰啲全部都係標配嘅。哦 ，OK， 咁而家嘅一個售價大概係點咧？因為除咗話條網紅街啦，臨江嗰邊又有冇貨咧？臨江嗰邊就係我哋呢個項目主打嘅一個商鋪啦。係呢、這個臨江，呢度發展商規劃嘅話，以後係打造成為酒吧一條街嘅。係啊，咁呢邊嘅話，佢嘅單價嘅話係去到23000。23000，咁呢個價值係咪因為由於佢係臨江啊，同埋有個下沙公園嘅加持咧，就導致咗佢呢邊嘅呢個單價啦，都會高過頭先嗰條內街咧？冇錯，冇錯，完全正確，係啦。咁頭先條內街嘅價錢又係幾多咧？內街嘅價錢嘅話咧，佢係去到18000到20000元不等嘅。哦，18000到20000，哦，咁其實都係呢個臨江嘅呢條街咧，那個售價可能高翻啲，但可能話佢嗰個價值都會高翻，因為臨江嘛。咁而家係打造成一條特色嘅餐飲街，見到平時晚上都會有好多嘅後生仔過去坐下或者玩下遊戲、傾下偈都好多喎。係因為你人氣嘅話咧，臨江呢邊始終係會好過內街嘅。係，所以佢嘅單價咧會比內街貴少少。但我覺得咧各有各特色啦。臨江雖然有江景，但係靠近條內街咧，都有一個比較有特色嘅一個香港風嘅一條香港街嘅感覺。係啊，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去睇睇我哋一個商鋪先。好，我哋而家嚟睇下實體嘅商鋪先。大家睇下呢個門面，門面嘅開間咧係4米嘅，我哋入去睇下。商鋪咧依家係毛坯狀態嘅，仲未入水電。咁我哋講下尺寸先。呢、這個進深咧就係15米，層高話係6米，可以做兩層嘅。大家睇下好闊落噶。咁如果係我哋平時就做餐飲嘅話咧，兩邊放台面都夠曬位置。奶茶鋪啦，好似話寵物店啦、美甲店。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咁到後面呢個位置咧係廁所位置嚟嘅，咁我哋後期嘅廚房位咧都可以擺喺後面。好，大家去睇下呢個間隔。嗱，咁我哋行咗咁耐啦，饮翻杯柠檬茶解下渴先啦。然之后咧，仲想睇下即系依家开咗咁耐嘅呢啲店铺啦，佢哋嘅一个经营情况，睇下可唔可以采访下老细先。走。嗱，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其实呢边嘅店铺啦，装修情况真系好个性下嘅，我都好中意呢种风格。好多人依家喺度打紧卡噶，我哋俾翻啲镜头俾啲靓女。OK， 先点嘢饮先。好啦，睇下可以睇下呢个招牌，即系我都系比较想饮呢个招牌柠檬茶。老板，我要一杯呢个柠檬茶。系。我要绿茶系。OK。老板，你今日系咪好忙咧？系啊。系咁噶，我哋咧想采访下你。哦。好唔好？我落咗单先啊。OK。你两杯系嘛？两杯系。OK。得唔得閒而家？都可以嘅嚇。好似我哋老闆已經熟頭熟路咁啊！老闆戴翻個麥先，係。咁啊，採訪係嘛？係啊，即係我哋都做緊呢一片嘅商鋪一個宣傳啦，咁都好想即係以一個採訪環節去問一下我哋老闆佢哋依家嘅經營情況啦。哦，咁啊。我睇到你哋鋪頭都比較大，其實你哋係買咗幾多間啊？呢度係三卡鋪位，三卡。三間，然之後打為一間咁，然之後入面都比較闊落咁。其實咁你當時即係買低之後啦，依家係你自己買定係話租噶？呢度半買半租啦。半買半租，咁你租金嘅話，其實去到邊？去到幾多咧？租金嘅話，呢邊都算係中規中矩咯。呢邊嘅話，大概係喺80蚊前後到。80蚊左右一平方，係啊，係。咁三間。總共下來都過萬元了，過萬元了，是的。其實都有一個比較直接的問題，想問老闆，即你的一個每天的營業額其實去到多少呢？哦，營業額啊？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檸檬茶是很受大家歡迎的，都很好奇咯。可以的，因為始終這邊的話呢，日流量都挺大的，咁如果是閒日的話呢，大概都在800元左右。如果做翻節假日嘅話咧，有時候會多啲，多到大概係2000元，有啲時候咧就可能會3000-4000都有啦。就單日嘅一個營業額，好似今日搞緊活動嘅話，可能係過3000-4000咁。今日都可以嘅，今日都，因為搞咗活動之後就人流量係大啲嘅。咁其實老闆，經常嘅活動搞。你其實係每日幾點鐘開門？幾點鐘收工咁㗎？都做得比較夜，所以朝頭早都唔會點去開鋪。早上一般就唔開鋪咯，早上都唔開鋪。咁一般都係下午咁開鋪係咪？下午、中午咁上下，因為我哋呢邊仲有簡餐。除咗飲品類之外嘅話咧，仲有簡餐。下午茶咯。下午茶啊，或者係中午嘅一啲下午茶咁樣咯，係咯。晚上就都係比較夜，可能12點過後都仲係開㗎。係啊，我哋呢度係比較會夜啲，因為我哋呢邊除咗做呢邊啲活動啦，其實好多人都會過嚟呢邊打卡嘅，好似中山啊、古鎮啊、珠海啊呢啲，好多都係啲朋友過嚟呢邊打卡。因為我哋啲風格咧，你見到係會比較特別啲，係比較特別。即係而家近期比較興嘅嗰個叫做露營啦，露營風啦，所以我哋呢邊嘅話咧就比較特色。而且晚黑嘅話咧，我哋呢度有啲駐場樂隊啦，喺度駐下唱啦。哦，都有人唱，同埋有啲表演類嘅嘢都會有嘅，即係好吸引人過嚟嘅，人流都 OK 嘅。還可以啦，因為呢度始終位置都還好吧。靠近市區啊嘛。你間鋪已經開咗幾耐啊？都年一年㗎啦，差唔多都分店嚟㗎呢度係，呢度分店。咁都咁耐時間，咁你都係覺得呢度其實都 OK 嘅。還可以啦，生意都算穩定，因為始終依家都係疫情。係嘛？即係又唔會話太多人咧，確實有。實體店都係比較難做啊嘛，但係
我覺得呢條街嘅人流啊，呢啲都係比較穩定，所以唔係咁擔心。我哋呢啲就街鋪啊嘛，唔同啲商場部係嘛，街鋪就比較靈活啲，係靈活啲，同埋我哋平時都有好多啲外賣啊咁樣，所以你見到店鋪嗰度，仲有市場嘅嗰啲咯。但市場都一定會做美團啦，每日嘅美團啦、我要媽咧呢啲單數都好多係咪？一日大概會去到幾多單㗎嘛？都多嘅，多嘅話都大幾十咯，大幾十杯咯咁樣咯，係咯。一般嘅話，可能都係呢個住宅啦，或者周邊嘅住宅啲人點啦，定係？係我講呢個小區嘅都大幾十杯，如果係計埋即係往外跑啊，即係佢嗰啲美團跑手咧，佢有個距離嘅嘛。仲加多。如果我可以放大啲嘅話咧，基本上而家目前。計翻總量嘅話一日百零杯到都算係咁樣咯，百零杯咯。你哋呢度招牌即係檸檬茶啦，咁其實一杯落嚟嘅話，其實就15-16元左右，咁其實都 OK 嘅，即係價錢方面都唔會話算貴嘅。冇真材實料啊嘛，係啊，其實就都好評嘅嚇，因為始終呢邊嘅話咧，茶飲江門呢邊係比較特色嘅。因為江門做茶飲好多都是發源地添，我哋呢啲全部都是自主品牌嚟嘅，唔係加盟啊咁樣嘅，都是自己去鑽研。我都飲咗幾次你哋㗎啦，話好啦，係啊，我哋老闆就好好傾下，係啊，多謝老闆，係做咗先啦，多謝老闆。咁我哋都飲檸檬茶先啦。OK， 咁我大家好啊，我係玲玲咁。我今日咧就特登嚟到我哋星海里呢個招商中心呢度去採訪我哋嘅負責人，招商同埋運營嘅負責人啦，總監啊，范總。係啊，其實范總先同我哋打聲招呼先。係。咁其實咧就我都知道范總真係好忙，因為佢近排一直喺度處理緊好多。關於我哋依家端午節一啲活動啦咁我哋今日咧特登嚟採訪下范總先。范總，我先介紹一下，佢其實真係大有嚟頭。咁之前咧係已經擔任過好多嘅呢啲招商團隊嘅一個負責啦。咁比較出名啦，好似我哋中山嘅少林嘅呢個櫻花里啦呢啲。咁范總咧其實喺呢一行啊，都已經做咗成20年噶啦。係啊，咁我哋先請范總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個中山小欖嘅櫻花里嘅一個運營啦、招商啦、一啲情況啦、模式啦，其實當時一啲計劃係點嘅？其實當時係去接櫻花里嘅時候咧，櫻花里個情況係比較差嘅，比較差係好差。佢哋當時嘅租金只有10多元，十幾蚊嘅租金，其實當時係邊一年咧？大概係2017年左右。2017年十幾蚊嘅租金。係，當時櫻花里嘅租金係大概10多元。嗯。咁我哋係引入咗太古里。太古里。太古里嘅概念，去做櫻花里呢個場，因為我曾經嘅師傅係你太古里嘅李總。哇！係。咁太古里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啦，即係家喻戶曉嘅。係。係。咁我將太古里嘅概念引入櫻花里之後咧，重新打造櫻花里呢個項目。咁而家嘅租金價係已經去到180元左右。已經係去到180元左右。係。哇！咁將近200元啦。咁如果係10個方落嚟都已經哇，係啊！即係將佢推高咗，應該10多倍咯。係啊係啊。將個租金推高到依家二，哇！真係～其實當時佢嘅包括個商鋪嘅價值啊，啲嘢都係比較低，大概係10,000多元嘅一個售價一方。10,000多元一個售價，咁好似依家已經係翻咗好多倍咯喎。大概依家係去到60,000元左右啦。60,000元左右，10,000多元到60,000元。其實我哋網上可以 check 翻啦，其實擺出嚟嘅售價其實已經係，我記得係50,000到60,000之間噶啦，其實就係即係我哋當時用太古里一個理念啦，係打造櫻花里，所以而家櫻花里無論係人流啦，同埋已經係變為中山一個後生仔嘅朝聖地，好吸引後生仔，講真係一個。後生仔嘅朝聖地，佢哋會中意去嗰度玩啦、食啦、去打卡啦，係啦，去打卡咯，佢咁去一個理念去做咯。其實就因為依家後生仔咧，佢嘅作息時間已經同
翻總佢哋呢一輩真係唔係咁一樣，我哋都比較中意即係瞓到比較晏啦，係咪啊？然之後到下午晚上咁樣先出嚟活動。如果係上班嘅話，七八點落班先有時間出去開心一下。咁係啊，所以其實呢個理念咧，同即係有呢個模式啦，所以咁依家佢一個人流咧都係非常好噶啦。依家係由下晝嘅三點鐘左右開始，到晚黑嘅十二點。的人流都比較多的，特別是周六日咯，係啦，加上可能而家端午節搞活動都爆爆曬棚。依家特別是依家呢個假期時間，佢嗰邊基本上都是排隊入車庫噶啦，係啊，個車場都我係成千幾個車位全部爆曬嘅。成千幾個車位全部爆曬，全部爆曬噶啦。係咯，加上佢有好多路邊停車，我之前去過，因為翻咗我其實大學嘅時候咧係中山讀書噶，我都有去過幾次櫻花嚟，因為講真啦，大學啲女仔好中意去影翻啲靚相，然之後發下朋友圈、小紅書嗰啲啊嘛，所以咧就當時去到打的士過去啦，咁其實喺路邊就要即刻落車，因為真係太多車，好多人，係啊，加上佢其實有一個模式就係佢一間鋪啊，佢有好多個景可以俾你出片，所以就真係好吸引後生仔咯，咁。其實我哋依家講翻個項目係星海里啦。星海里咧，我哋之前拍攝有住宅片啦、生活片啦，咁商業嘅一條街都有。咁觀眾朋友一定知道，就佢嘅入住率啊，呢個住宅嘅入住率啊，已經係去到九成嘅。咁佢嘅户數啊，大概都去到1600户左右啦，所以佢人流量係真係好 OK 嘅。咁佢一落樓啦，就有一個自帶30000方嘅一個商業體，係佢唔單止係滿足呢、這個星海灣呢個住宅嘅呢啲業主啦，咁佢本身呢個位置就被各大商圈去包圍住嘅，係啊，咁都會吸引到其他地方嘅一啲後生仔過嚟。咁其實范總對依家呢個招商啦或者運營啦，其實有啲咩計劃咁咧？其實咧星海里呢個項目咧，因為我啱啱過嚟。咁咧，我係睇好星海里呢個項目嘅。其實可以將太古里同埋櫻花里嘅概念呢個嚟係延續過嚟。因為呢度無論個地理位置啊，同埋個人流啊，已經係非常之高啊。係啊，人流佢呢度係差唔多200000人周邊。係，加上江門本身嘅生活氣息就比較濃厚。係啦，係，我哋可以依度係一個做一個延續性嘅，將星海里嘅未來作為而家櫻花里個一個打造咯。其實星海里嘅模式就係效仿呢個櫻花里去做咯，係啦係啦。咁佢都係屬於一種社區型嘅商業體嚟㗎。係。我哋都睇到即係無論係六一兒童節啦、端午節啦，包括我哋之前嘅一個勞動節呢啲活動，其實現場都係比較火爆嘅，係啊。OK 啊，係啊，咁其實咧就我覺得成個運營模式咧，你啱先所講嘅就係、吸引翻呢啲後生仔，即係我自己作為後生仔咧，我其實平時出街話我都係咁樣去揾啲地方係咁打卡啊、玩啊、食飯、飲下午茶咁嘅。我哋依家所睇到啦，因為今日係端午節啦，我已經睇到啲人流量已經好火爆咯，係咯，係啊，因為其實好簡單，包括我哋之前嘅櫻花里，其實佢都會係喺3-4點嘅時候，三四點嘅時候，啲年輕人中意坐喺度飲下嘢啊。瞓醒覺，啱啱瞓醒覺，即係去飲下嘢啊，望下啲靚仔靚女啊，係嘛？望靚女，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會係咁樣去。咁好啦，到5-6點嘅時候就各自去食飯啦 ，happy 啊，食飯啦，咁啊食完飯係啦，食完飯，因為我哋嗰度都會有酒吧。是啊，酒吧、清吧、KTV 啦，系啦系啦，都會有嘅。咁就俾啲人去飲下嘢啊。即係而家嘅年輕人都會係中意咁樣嘅一個生活模式。冇錯。加上即係大家嘅上落班時間啦，就確實都係晚上時間比較充足啲啊。係啦。好像我咁啦，我一般可能都係要成8-9點先落班嘅正常時間。如果加班就仲唔止啦。咁落咗班，
你仲邊度有好早嘅時間話去又點樣啦？咁其實都會去翻啲讓你覺得好舒服嘅一啲環境啦，就打卡啦、食飯啦、飲杯嘢啦，咁就係咁又坐到三更半夜。所以即係未來嘅一個星海嚟，其實我嘅打造模式都係以咁嘅模式去打造，主要都係吸引翻後生呢一批，係啦，包括嗰、那個我哋個星海嚟啦，都會真係會有星海。星海是的，我們會打造整個天空的一個星海出來。哦，即是都算是字面意思，就是星海。是的，因為我們就是這個星海的一個模式去打造，包括我們會有很多的網紅打卡店，所以即會吸引很多年輕人過來去開店，去消費，去玩。所以出租這方面又不捨得擔心。是的，是我不擔心，因為我們都是這樣，包括是其實太古里、櫻花里、都是這樣去打造出來的、這樣會是對、就是、對比、給一些年輕人一種好玩的一種感覺，新鮮感，是的，是會開很多一種過程點，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會比較喜歡這件事，係唔會中意好多大品牌啊！即係其實而家嘅好多 shopping mall 其實都會擺住好多大品牌，都會選擇一種網購形式啦，嗰種係啊，即係實體都係睇翻自己嘅喜好，係啦，因為你有冇個性，佢可唔可以過到地要佢所要嘅嘢啊？呢啲係而家年輕人會比較中意嘅，即係咁先會落到地。如果呢一個好強嘅一個 shopping mall 啊，大品牌啊，其實好多 shopping mall 裏面都有。係啊，一般啲大型商場入面都有啊。係啦，係啦，係啦，呢啲係必須嘅。係啦，反而而家好多年輕人其實唔係咁中意咁樣去呢啲大店咯。佢會比較中意啲個性化嘅。因為大家有一個共鳴，開店嘅都係年輕人，去買嘢嘅都係年輕人。所以是非常之，即係佢知道自己的喜好，所以會先會吸引到呢班年輕人。感同身受嘅，即係你而家都咁後生，其實而家周邊呢度其實住到好多好多年輕人，而且係會質素會係啦，會質素會比較高嘅。咁其實我哋你可以而家睇到我哋而家晚黑我哋而家晚黑嘅一個茶飲店啦，同埋一個我哋個酒吧啦，都已經有好多年輕人喺度每晚都過嚟。冇錯。你而家只要晚黑過到嚟，依度都會好旺。係啊，我都已經嚟咗呢度好多次啦。其實一到晚上，其實七點鐘過後啦，七點鐘過後幾乎都係坐滿曬。係啊。五六點可能都仲食緊飯，我時不時過嚟呢度飲嘢啊，我其實都冇位坐。你發咗你嘅 fashion， 我都係冇嘅，即係我都係年輕人嘛。係啊，冇錯。係咪？六一兒童節都要同你送翻個禮物先。我都係年輕人，所以咧會係咁樣去做會比較好啲。即係我哋未來個運營嘅方向啊，同埋個打造嘅方向啊，其實都係後生年輕人啦，年輕人年輕化，係啦，係啦，係啦，就呢六個字解決佢啦。因為我哋依度即係符合翻周邊嘅一個環境啊，同埋人流啊，所有嘢去做咯。冇錯，依個星海你就會係咁去做出嚟。其實講真啦，范總，我覺得呢個位置哦，佢附近嘅大型商圈啊，呢啲係完全唔缺噶啦。係。係嘛？你睇下地王商圈啦，東匯城啦，隔離又有，然之後呢個中環商圈呢啲大商圈係完全唔缺噶，但係就會比較缺少一啲特色化嘅一啲個性化嘅嘢咯。係，冇錯。咁啱好咧，我哋星海嚟呢邊做嘅咁嘅主題就係個性化。係啊。係啊，其實嗱，運營嘅一個方向我都好了解，觀眾朋友都聽到好有味嚇。其實咁依家嘅一個招商嘅情況係點咧？就已經係我睇到都好多店鋪已經係開咗。其實我哋依家已經基本上已經到七成啦。七成㗎啦，已經。已經入進駐嘅商家要七成，有七成㗎啦。咁係只不過我係要點樣再去做好佢。令到呢係將佢升級，將呢個成個星海嚟打造為一種響江門嘅一個名片。
即係可能大家一聽到江門江海區我就諗到有一個星海利呢個商圈。係啦，係啦，係啦，以我哋星海利為一個商圈，打造出嚟，咁係比較有個性嘅一個。嗯，冇錯。咁其實就一段時間之後啦，其實我覺得係范重嘅計劃之下係咪啊？我相信都好快其實。這個時候其實因為而家已經七成，因為只不過我哋係再要加多啲硬，即係硬裝，再補充翻上去。如果當我補充翻上去嘅時候，其實應該唔會超過一年。唔會超過一年。唔會超過一年，其實呢個星海利基本上已經打造成㗎啦，成型㗎啦。只不過我哋後期點樣去服務運營好佢，同埋維護緊一直嘅呢啲係係呢個係我哋要做嘅嘢。點樣維護啲商家嘅一個揾錢啦？佢嘅一個生存啦。冇錯。咁係我哋要做嘅，即係會係做好佢依樣嘢咯。係。咁佢咪揾到錢？咁買鋪就係為咗揾錢嘅，係咯。講現實啲就係為咗揾錢啦。係啦。OK 啊，咁成個座談會落嚟咧，同范總真係傾得好開心。咁其實成個情況大家都好清晰啦。咁我哋直播間都仲有好多資訊，仲可以同大家傾翻嘅。咁我哋就座談會就暫時到呢度啦。係啊，咁我哋期望下次仲可以同范總再同觀眾朋友去見面啦。各位观众睇完我哋嘅江门星海里嘅素材，系咪睇到意犹未尽啦？当然啦。咁咧，我而家要插播一段全新嘅消息啦，就系今个月嘅11号晚上8点将会有一场关于江门星海里嘅直播啊！哇，我好期待啊！你期待就啱啦。咁我哋咧就系本周六晚上8点不见不散啦！不见不散啦，大家一定要嚟啊！欢迎各位观众收听我哋家有喜事频道啦。咁如果未订阅我哋频道嘅朋友仔，可以依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咧，咁就唔会错过影片啦。